研究发明，在婴幼儿成长过程中接受一些规律性的摇晃，有助于宝宝大脑发育以及智力增长。但现实中，如果让妈妈长期抱着宝宝摇晃，就会又累又不方便。现在有了这款智能电动摇床，就能为妈妈解放双手，为孩子带来更好的娱乐和休息环境。首先，将床两边的两条安全固定带插好安全扣，便可固定摇床不会摇摆。将宝宝轻轻抱入摇床内，月龄大的宝宝如果习惯了抱在妈妈的怀里，可能会一时不适应。接着解开安全固定带，按下摇摆键，开始启动电动摇摆功能。再按此键，依次改变摇摆幅度档位。按下音乐键，可开关音乐、切换音乐和调节音量大小。按下定时功能键，设置定时停止功能，依次按下指示灯，分别在相应15、30、45亮时，自动会在15、30、45分钟后自动停止。当然，以上说的功能均可以使用遥控器操作。精心的设计，淡雅的颜色，轻柔的纱帐，美妙的音乐，可爱的吊件玩具，丰富的功能设定，无不凸显出圣保罗丰富的婴幼儿用品设计经验。并有多种颜色适合小公主和小王子。内置有12首摇篮曲，并具有独特的模式切换，给予了宝宝最大的安抚，帮助宝宝睡眠。三档调速，左右摇摆方向，可根据宝宝的状态自我调节。宝宝游戏时，让宝宝可以抓握吊挂的玩具，可以帮助宝宝锻炼手指的抓握灵活能力。智能摇床的材质选择了非常舒适的布料，床板采用达到国际一级环保标准的中纤板，硬度和韧性的设计更好保护宝宝的脊椎发育。床板上垫了个固定床垫，宝宝睡在床上不会侧翻，取代了安全带勒宝宝身体不舒服，方便折叠收纳，最大可承载25公斤。婴儿床采用加高护栏设计，更加安全，不易翻床，随产品赠送的定制枕头和超豪华软床垫，全进口面料，给宝宝带来更多舒适。更多安心，更多健康乐趣，就在这款智能电动婴儿床。